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PCL 2022常规赛第二周周中赛第二天第二场的比赛，2022年的常规赛第二周的周中赛第二天。这把顽盆一定打得很好啊！开开玩笑，顽盆选手主要是好久没上了，有点想他。是的。好，我们看一下这把航线是从 Muta 去往下城区，哎，比上一把好很多。上一把那么偏的航线出了个那么正统的圈，然后昨天也是非常正统的航线出了个非常偏的圈。确实。那也就是说，这把以此类推，这把就是非常正常的航线要出一个非常偏的圈。大胆预言一下，哪里？刚才导播给的是技巧是吧？是的。难道是右下角？难道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哈。如果这波导播又猜中了，控圈实锤啊！主要他只猜的第一个圈，我觉得第一个圈也不是说完全就能判死刑吧，就对一些队伍来说。那倒也是，但是就是说，你就感觉他知道刷在哪啊？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是的，预言家。好的，激动人心的第一个圈要来了。左上角有点挤啊，上城区靶场 Z 港好多人。对，是上把就差不多，因为上把就北边就三个队伍。是的。这 SMS 也放了个烤鱼过去，是个北部圈，而且还有点阴阳的。是的，这个圈很难打，因为它北部的地方就是那些点都特别平。然后呢，能踩的点也不多，那就必然会有些队伍在南面，有些队伍在北面，对吧？对。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一旦真的刷到北面圈，然后又是个平原，又是跟昨天那个每一个厕所一个队的那种盛景是差不多的，就会特别特别难打。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上把不是打了那个就是那个秃头山附近的圈型吗？然后今天不是说了几个打那个就是山头站比较看的比较爽的。靶场山。靶场山或者圣山下面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再下一把就是加油站的山，再来一个，对吧？啊，或者刚才我们点的地形，它全部来一遍啊。那挺好哈。那原来控圈的是我们啊。不能暴露了，到时候万一出这个门，我跟你说，出这个大门可能就确实出点问题啊。但有一说一，刚才其实跟秃秃山关系也不是太大吧？虽然是这个圈是套着这个秃秃山，但是。这不是分胜负的地方呀。是的呀。啊，看了一下巨幅，哎，巨幅其实上把的话就是小宇宙单人打得很有韧性啊。航航他们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去搜。这监狱地形修改过以后感觉没以前肥了。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警察局的那个方形。但你进去了就不要想出来，万一外面有人的话。那没办法呀。之前有一次他这个更新补丁里面说马蹄山加了一个通向其他地方的后门，我也好高兴，我说哎呀，马蹄山终于不会出门就被阴了，结果并没有这种事情。好，看一下这个精彩镜头，车上好，这是直接反伤。直接扫俩人，这天妈遭中了，然后背身又被抽了啊，真是衰呀。真衰。这人都没了还在压枪。原来这么 easy 的这个分数呀。真的是哎呦。你看顽盆他打这个 mini 三倍镜对吧，这么远的距离还是能拿分。是不是，这一枪就够了，主要是血量对吧。那你得知道往那边开枪啊，对不对？为什么这分没有被别人拿到，被他拿到了。那可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穷玩车富玩表，大聪明玩盆。上一把表现得还不错。刚才你不是说的吗，他的性格融入速度很快，这个是好事，开得起玩笑，性格外向，对于选手融入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上来这个人啊，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如果他对我特别热情，一般来讲呢我也很难讨厌他，对吧？如果说这个人上来就很高冷，或者说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敌意，我本能的就会对他也抱有敌意。人就是这样的，他是一种交互性的生物啊。是。当然也有特别酷的那种，油盐不清，不管你怎么弄他啊，他都很淡定啊。也有这样的人。这种关键时刻你会觉得他很可靠。那倒也是。因为他比较稳嘛，就不容易起什么化学变化啊。对。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变化，只有物理变化啊。是的，是的。好，看一下大家的选择。现在北部这块的话，在圈内已经集结了四支队伍，还不加上还没有过来的 I7。嗯。因为 4M 也在北部有放人的。这把 4M 动得特别特别快。冲脸了。直接怼四房，你就一个人。嗯。好，这个时间来得很好，黄志龙有点危险，给烟守二楼吧。嗯。哇，他很刚啊，黄志龙。是的。这对方四个人贴脸，你去守一楼，这个房子几乎是不可能守得住的。这只有给烟守二楼 一种方法，等队友来支援。啊，已经被补掉了，那九幺也得走了。哇，这个就这样放掉了，这个房区就没有办法。那你说你是第一顺位，你放掉这样的一个枢纽位置，就很可惜吧？对呀、啊。DSS 我估计也是上把其实打的对他们来说打的也挺憋屈的，就龙哥肯定是在一楼被打伤了，他在一楼打完药成这个样子，那么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站在二楼对吧、嗯、你在二楼扫车，然后你被打伤了你就在门口给个烟，然后二楼打药，然后躲到厕所里面就不要被雷丢到了，然后再换到杂物间拿个喷的堆的门口，谁来谁死是吧，是你只有这种方法了，你除了这种方法以外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守得住的，因为他一楼他这个房子一楼逛一圈你就没地方能藏，你什么地方都藏不住，他全是窗户一圈都能看见，不要漏风哦，这里有个人的没打，是的，宁家就是刚才最后复仇的那位男人，是的，隐忍，这个地方确实不宜招惹 FT， 哎，但是有尾车，有尾车，哇 FTY 这个又是三个人的车开得很前面，然后龙四哥一个人的车开得很后面，好危险哦，还好兔子山的地形比较复杂，嗯，绕一下打个药还可以继续去跟，回头打了个Ninja，这你没想到吧，啊巨幅跟，哇 MCG 这里是要零度，手上有雷的、啊、他是捏了雷倒的，是零度的裤裆雷把顽盆给炸倒了，因为零度先倒了之后他的雷才显示炸倒了，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样一来的话，本来这个王鹏近点还打赢了，对吧？王鹏，我还没出手我就倒下了。他近点先打了一个，是的。他近点先打了一个，然后一打一的时候就被队友的这个裤裆雷给炸倒了。他也没想到，甚至他有可能想去扶队友，这个时候要猛喊啊，有雷有雷，快走快走。嗯，好伤。上把才吃了鸡，这把其实还有的机会的，因为万一圈是一个右切的话，其实歪车还是很香的。宁家已经被补了。对面 DT 打劫失败，遭了大众。嗯，这小九回来，因为他们前面三个人停车之后回头反打，效率还挺高的。就龙四哥都还没有去绕到一个可以打药的地方，他们就已经有击倒 DT 一个人了。是的。啊 ，DDT 现在在往北边绕啊，西边就只有他们一个队伍了。现在上城区桥这把没人堵。嗯，这也太远了，离圈。这个地方你像之前在这里的人什么天霸呀这些队伍全部都去中间了，我跟你讲这个图啊，如果是沙漠图、嗯、我敢保证百分百这里有人，你想想看昨天沙漠图，是的，我的马那个地方这 DSS 不是被悟空堵了两回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米拉马是在后半场，然后前半场以后你奠定了后半场到底是不是特别需要分的那种队伍，就是不到加时不会玩，你理解这个心态吧、嗯、是的嗯，就感觉不搏一搏的话，就分数今天的分数就不够了，所以就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堵截的情况，而再加上地形嘛，就米拉马地形也比较方便嘛，打慢一点可以。嗯、是的，是的。好，在等合圈，那也是在观察一些信息。KLG 的话是从北边过来。GFI 虽然是被小小的驱赶了一下，但是因为自己这个本身移动的距离不会太远，所以还是找了一个 OK 暂时 OK 的一个位置。I7 和 KLG 的车马上相遇了。好，车站，哎呦，车站有意思，车上先打了半管血，然后 I7 发现抢不过 KLG， 这血都掉了这么多，这肯定打不过了。是的，一不小心还要被敲下来。那 KRG 宣布获得了这个防区争夺战的胜利，但是这个地方说不定是个难切呢，是就发现哎做了无用功啊，看看缺啊，缺马上要缩啦，给谁呢、嗯、我就不该说这句话，我就不应该说万一有
且外城这个地方很好，真的是。哎呦，那就是外城了呀，美兰湖一排不就外城了吗？哇 ，MCG 真稀啊，但可惜就两个人了。都说了，不带嘴的玩朋友还是非常的吉祥的。没有用呀，就剩两个人，你守得住这个家的咯？你连看连警察局你都守不住，这怎么打？去 U 型楼了。嗯，找个防守好的地方吧。哇塞，后视镜还倒了两次。为什么 4M 在堵桥啊？他为什么不直接过桥啊？因为那个队在他前面，然后他后面的人还没来。哎，他后面的人，哎，对啊，他后面的人从花园走的呀，他为什么要堵桥啊？他为什么不直接过桥站点啊？真狠啊，我都快忘了他们分站的事情了。啊，还有一个人，这条路线跟那个加油站也没关系，是吧？但还有一个人 ，SMS 还是被分开了。是啊。哦，海边战斗。I 七，我在追人。又是可乐。他想捕鱼。这可乐是真。啊，被鱼咬了！哎呀，打两个，三个。啊。就是妹妹了，妹妹快跑，妹妹。哎呀 ，I 七姐，我捕鱼究极失败。这妹妹，你打蛋的往前走。妹妹走了，这圈都不在。这哇，心太炸了。嗯，不是，这主要是被反打了三个，就是连一个都没有打下来。问题是你追着别人打的啊，这个就很尴尬了。这妹妹非常孤独。这北部这块的话，因为在家包了一个美兰湖在里面。就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地方不香了，这个时候边缘能多拿一点分，当然是多拿一点分好了。就 I 七在独自哭泣，真的，他走哪里？他刚跟 KLG， 然后他也没抢到那个房子，然后后面刷走了以后，跟 DDT 也没打过，真挺伤的。是不是因为他一直有怨气，所以他要追着 DDT 打？然后关键是没打过。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让人痛心的啊。JFY。在这个下斜坡的位置，这想摸的意思，哎，越来越近了。我看阿特木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想摸一下的。他想摸摸谁？摸豪斯根儿。他们刚上车。趁上车，哎，这个可以哦。哎呀，慈悲了，慈悲了，慈悲了。善良了，善良了。哎呀。哎呀，走吧，兄弟！走了走了，你看阿童木撤的多快，快走！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好吧，兄弟们。嗯嗯，阿童木当然跑得快了，阿童木又不用打药，他当然跑得比蓝波要快得多，蓝波要打药的呀。是的。跑吧，哎呀。妹妹还在跑。妹妹一路火花带闪电，这个车轮子都不沾地的在往外跑。哎呦，我的天！这再往南部，其实妹妹到外线里面找个房子扎进去吧。是的。混一混，这时候南边的队伍啊，就比较与世无争，岁月静好啊。DDT 刚刚，哎呀，还撞车了，妹妹，你不会是个女，是个新手司机啊？他这个车子确实有一说一，横着下坡的我是没见过。真的，关键是圈又刷回了圣山，排水以后大概率是往圣山去了。今天这个圈真的搞，所以说正常的航线绝对会出现不正常的圈。是的啊，哎，这个圈刷的真有意思，这只能乱扎了呀。嗯，因为绝大部分队伍都不在圈里。这个时候车技好的队伍，他说不定就占点优，因为他能快那么一丢丢啊。这 KRG 刚才本来想放这个大厂的，嗯，因为这个 GFI 的骚扰，是这一波反而因祸得福。GFI 现在就有点后悔，我刚才不打他不就下去了吗？对呀、啊、，SMS 也有点后悔，早知道我就不过这个桥了，然后过来我现在被到处乱打。打 RBS 也是被各种敲。GFY 这个圈都难进，他前面有 一大帮子人在那卡他。这 DDT 是蓝圈里面泡着还挺舒服的，慢悠慢悠居然还吃到了个圈。看 4M 的选择， 4M 来到最北边，然后 TMA 是全力卡住 GFY 的话，现在就剩最后两个人在蓝白之间，往北跑也不是，往南跑也不是。
SMS 好不容易扎了个木房，刚才他们这个沿途当中还被好像还被带走了一个吧，因为少一个人的，就是刚才这波扎点的一个吊人啊。 CTG 已经把他包围了， CTG 最近也是火气比较大，打得比较凶的那种队伍。等会儿如果歪成，你想想看阶段四排水的话，水周围的面积不算，然后后面这种城头的队伍一出来，哦吼，绞肉机。哎，下个圈又刷回歪城是最搞笑的。哎，搞、哦。哎，你说没可能吗？还真有可能，面积对不对？是面积上来讲的话，有一点，就是有点，就是从趋势上来讲，它往右下角这个趋势比较极限了而已。嗯嗯嗯。哎，有意思。哎，扎点还是要扎到 KRG 的脸上，这 GFY。哦，看看 DDT 这里在北边啊，堵截到了 RBS， 这应该是想往北边去走，没想到正北部还有一支队伍，这刚刚从蓝圈里面渗透出来的。这个时候 GFY 去寻求 KRG 的庇护，兄弟，救命 ！DDT 倒过人啊，这个因为蓝圈比较。蓝圈还可以，阶段三还可以扶，扶起来还可以走。是的，起来以后要扎个绷带。嗯，因为马上合圈了。毕竟是窄边啊，快合圈了！你赔水啊、哦，还是圣山、哎哦？是的，是的。看来这个第一判断确实还是没有问题的。还真是圣山上面，无语哦！我也无语了，今天还真的就是开了光，明明你知道吗？明明刚才的中心点在那个加油站，对不对？怎么就刷到圣山来了，小童？哎呀，还不都是因为第一把在那讨论哪里打架好看吗？快把导播捉起来！真的是，来人把导播捆起来！啊，这里 DT 有吊人。啊、大家开始有些队伍就开始换分了啊，这个没办法了。那 SMS 是每动一次车，他们就要掉一个队友，太惨了。就主要身边人太多，就会这个样子。嗯。哎呦，这里好像也待不住啊，这个半坡。待不住。再往前一点。他得再上去一点。是的。哎，这车没开上去。天马已经摸了一只脚过来了。天马再接一车，差一枪，差一枪。哎哎，卡住了。这个 DT 的这个独狼过来啊，把 SMS 这两兄弟吓了一跳。他自己也很慌，你看这车，凡是车能开得横过来的。我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我就知道我只剩一个人。对方也不知道他是先头兵是还是什么的。是的。后面有没有兄弟？完了。大混乱。这也只能找个地方趴着做独狼。是的。FTY 贴的也跟巨幅好像有那么一点近，右边悟空也要过来，那 TMA 还不合吗？你还在那卡边呢？哦，我感觉悟空的速度要超过 TMA 的主力了。冲啊！旋风冲锋，龙卷风，红色彗星，又是一波战车之战。玉玉，白龙马摔死了，毕竟他骑的不是马，他开的是车。先跳车一个，天威这波能不能过路费收齐？哎呀，被 FTY 打了！哇，这一瞬间，悟空被团灭了。是的，悟空自己也有失误呀，他还有从车上摔下来的。捏雷，捏雷，压皮，捏雷！这反应还是慢了啊，第一时间就要捏雷，你第一枪把对方赶到烟顶后面，直接就要掏雷。你看这雷多，这个效率多快呀！是啊。你想对方捏那个雷要是准一点，他把你先手炸倒了，那你不是冤枉吗？对不对？你裤裆藏雷还把自己补了，是先手真的很重要。嗯，投掷物的比拼现在就是拼一个先手。对啊，你看有的队伍为了先手不顾一切的瞎丢，那也不对。确实，就时机 timing 很重要的。是的，巨幅经典跟 FTY 连贴脸，先来了一波连环雷，把波浪雷了。背身是有 MCG 骚扰的。嗯。啊哇，又把波浪给补掉了。哦，城头也很热闹，天霸直接一波反向走到了蓝圈边上，然后去卡 CDG 这边。他应该想的是 CDG 跟 DSS 打起来的话，他能够收点分。天霸，波打机场圈，来打圣山圈，也要来湖边捕鱼吗？用雷先炸倒了个王骚骚，哎 呀，没想到呀！对方的手雷好像更多，我看见三个手雷的图标。是哎，
完了，唐弟弟差点要被补掉。七七打了一个，走，最南边还有一个队呢，你不一定能拿到分的。这波雷倒 CTG 的话，有可能会被 K。不管，先打了再说。FTY 在打 TMA 的方向，那巨夫也是不管他们了，应该是巨夫应该不想直接越过那个坡。好，一波摇头晃脑。CTG 这边已经想好了换分了。嗯。好，天霸把唐弟弟扶起来之后，又回归到林树的怀抱。确实，这个时候蓝圈过来了，在这里纠缠再倒人就扶不了了，还是很理智的。头顶上有个兰博，小九这里切的是连狙是吗？刚才赶紧换了步枪，他应该在看远处。刚才，但先手没打掉的话就很危险。阿童姆已经到位了 ，Summer 倒了，他们城里面也出不来，两个人有可能没车。豆子在跟 Summer 互相换分，被坦克拿到两分、其实也只有一分，因为现在没有排名分。阿童木先手成功，跟龙将军单挑，龙将军没有掩体，龙将军硬架给了他一枪头。那、实在是打不了，那毕竟两个人嘛。是的，换了个人继续跟龙将军单挑啊、坦克也进不去了，现在 RBS 还有个独狼。你想群殴还是单挑？群殴就是我们这么多人打你一个，单挑就是我们轮流跟你单挑。他被两个人枪线给收掉了。巨幅这波肯定是要把 GFI 往圈外死卡的，卡完这边右下角算是个弱侧。等蓝圈过来 ，GFI 快没位置站了。GFI 如果要绕地形，就只有趁现在这个时间，因为蓝圈马上过来了。如果不绕的话，就只能正面突破。他这地形怎么突破呀？我都想不通。哎，他真给他破了。哇，童木手感有点爆炸。是的，他直接把小宇宙给压倒了。那你毕竟是蓝圈贴着屁股啊，近点。先手，哎，这波没打过，但是一枪头，小羊残血大残。是的，另外一边唐弟弟二倒，小羊往后爬，往后走，没事儿。听声音，在山顶上。崔西欧在扶唐弟弟的时候又被告的 V 击倒了。那 Form 肯定要扑了这个地方。而且圈还偏左一点呢。小五弟弟留了一个火，对方主动上前烤火。相信的话，巨幅虽然掉了一个人，但是算是个弱侧吧，勉强也能接受，而且面前他们将会面临的都是残边。是的，天霸只剩下两个人，崔乔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扶，他敢不敢扶？其实要扶也能扶。他们现在看到了对面的巨幅，我估计就不能扶了。是的，这样一来的话就绝对不能扶了。巨幅的动作真的很快啊！巨幅 K 了个崔乔的头，因为这个头本来是 4M 的。4M 这把打的就很稳了。是的，刚才小鹿一个人在北边看住 DDT 不让他们过来。Form 是怎么上这个山的？就他应该是从加油站那个位置直接就上来了。他直接就是，他不是堵了那个桥吗？然后当时一个北切之后，他直接就绕过来了。怪不得 Form 不去踩外身的点，原来他早就已经预计到这样的结果，算到了大气层。这个就是慢打队的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他在出现极限切角的时候，他转移会好走，就他不像 SMS 那样身边人太多。也是，哎呦天霸又掉一个，他本来左下角就他一个队的，他好伤哦，刚刚那波倒两个人，是吧？啊，这怎么办呢？他现在只有零数了，那我觉得天霸每次独狼是个零数也不奇怪，主要是。那倒也是。就仿佛是天霸的第二条命，这灵树每次。蓝圈来了。哦，先扎一个药包，再扎一个电脑，然后再出来。很稳。没人看他。航外这边还在限制 4M 的推进，但 4M 的背身已经来了 DDT 了。如果说这两只满面队先打的话 ，KRG 就可能会劝架。DDT 目前是一个被夹击的位置，好像不知道屁股后面有人。DDT 多半要吃大亏，他这个半坡背后看他真的是太好看了。你看，过点一枪头，哇 ！KRG 一瞬间把 DDT 打了两个背身 ，DDT 真的是没想到背屁股后面来了一个满编队啊。那 4M 这个时候也趁机出手，要瓜分两队的分数。哇哦 ！DDT 现在又倒一个 ，DDT 倒三个了 ，DDT 完全没有打正面的机会了。是啊，他被夹着打。哎，林树呢？林树没得了。啊，这个就混乱之际，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进圈了。
我还以为他还有这个操作的空间呢，但毕竟蓝圈还是太痛了一些。血魔的位置也被锁了，血魔手上有颗雷，血魔其实就算是击倒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吧。是的啊，他直接被雷掉了，你消耗了一下 4M 的道具。这边 KRG 直接打完就走，完全没有任何的留恋，他把整个地图的左边全部放给 4M， 他自己去圣山出山的那个位置， 出大场的那个位置，是纪律性好好。这场比赛的伏笔，伏笔来了，来了，已经来了，上了，他上了，埋了好久的伏笔。 SMS 独狼从歪神出来，最后的一个男人被小弟弟发现以后直接爆头秒杀巨幅，又拿到十个淘汰。哇，巨幅的这种正面战斗能力是真的好刚啊。是的，可惜了，刚才被击倒的人被补了两枪，然后直接流血流掉了，不然还可以扶，因为独狼已经被处理掉了嘛。一切的一切就要从 GFI 阿童木和蓝波扫那辆车开始说起，把这个 KRG 当时的好死根留在了大厂，然后没有想到全就一直过来了，然后他们就打了决赛圈。是的，现在场面最容易吃鸡的话应该还是就机会比较大，还是 KRG 机会比较大，然后 4M 有满编他也有打的那种空间。是的，但 4M 现在就问题就是因为巨幅他也有点沾边，所以有可能是六个人看着他，就他上下坡都待不了啊。这个时候复盘的时候就是 GFI 真的会非常的懊恼吧，就如果他们不打豪斯哥的话，那时候 KRG 是打算满编冲歪神的那个三加二的，他们就可以拿大头。是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是从这个结果来推论过程，对吧？他当时去打那个上车的人，从如果说他真的打掉了，其实 KRG 就不管那个人了，就是因为没打掉要去救那个人。是的，因为那当时豪斯克是个尾车嘛，所以说真的是阴差阳错。哇 ，4M 进圈路真的好难，这个时候人数起不到什么压制性，因为场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满编，并不是大家都是残编，如果是残编的话可能这种枪线会稍微稀疏一些。就这个靶打起来太舒服了，你又没有掩体，然后呢两个队夹着你，然后呢你就在这裸跑，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哎呀，小弟弟手感来了，巨幅真的手感爆炸，只剩 God V，高德威之前被打残过，所以他身上的防应该是不满。那 KRG 主动过来清点 ，KRG 这把机会应该最大了。现在你得罪的是雷神，就看巨幅有没有一些韧性啊。散开，菠菜看的是南部区域，他们的二二分看，两个人看南边，两个人看北边啊、哦，然后圈一个，直接往中心点这么一套啊 ，4M 巨幅全部不在圈。那巨幅这场比赛的目标，他想起了上一局比赛小宇宙所遭受的遭遇，他直接摸到高的 B 那边去了，先把能拿的分拿了，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就如果说你胆子大点对吧，你利用一下北部这个枪线，但是他这个时候主要是不可能把敌人就是当成那种很信任的队友，不可信任，完全不可信任。对对对，位置已经站好了 KRG。 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地形啊、哦，它这个决赛圈地形就高低起伏特别大，很多山头的犄角旮旯，这是一个山崖边的地形，这种地形在圣山是特别常见的。是的，而且这种地形高打地就真的是无敌，它既有反斜又有犄角旮旯来吸雷，你的雷呢很难就是造成一个 AOE 的伤，它很容易滚到那种缝里面，滑了，脚滑了。好的，巨幅现在心满意足，四打二 ，KRG 一线拉开，巨幅也是，巨幅拉枪线的这个宽窄程度跟对方是五五开的啊。第一波出枪没有击倒，我觉得机会越来越小。现在有一波一打一的机会，就是豪斯哥跟小五弟弟这个方向拿分了。是这个时候旁边哎看到了，哎呦还没打过那没了呀，可以恭喜了呀这球。对，还在捏雷，他本来想炸倒一个直接补掉。看一下小杨能不能换到一分，打倒一个有机会换分，背后也来了呀，关键是他禁烟混一会儿，他正面还有一个，他还没掉血，他又打一个、哦、转起来，有一打一的机会，有哎
对方有掩体，斯巴达，我又打一个，换子弹，换子弹，换子弹，一打一，打还要扶队友，不，我觉得不要，打还不如打药呢，你还不如打个药呢，哥哥。完了，这时间有点来不及，这个雷我们看一下，扔过了，扔过了，扔过了，可以，他赢得一点打药时间，炸到一点，炸到一点，血量应该，我觉得有的打，再捏一个雷，小杨，你要相信你这个赛季的手感。升到哇，一穿四，正面一穿四，巨幅十六杀之击。你要说他没烟气啊，他就靠两颗烟。哇，